早上好，各位。刚买了瓶水，买了一个三明治。我今天尝试的一个早餐是这个，火腿跟蔬菜，有这个番茄、生菜、火腿跟一个鸡蛋。饭团没有尝试，今天不想吃饭团，我就来一个三明治。什么水果？桃子，然后枇杷、葡萄。哦，这无花果，还有那个草，白色草莓。哦，我觉得那个是柿子吗？还是橘子啊？那个长得不错。隔壁摊是卖海产、海胆、生蚝、生吃，还有虾。我们现在来乘搭这个新干线去名古屋走一走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坐这个新干线，超到。什么读？新干线。我超到，这个日语有点流啊。火车便当吗？就上车之前买。各位看一下有什么想吃的，有什么想喝的。反正你买单，买不起。New bitch, she too wavy, yeah. I'm in Houston, Texas, touching on a few ladies, yeah. I can't trust a nigga, everybody fool gazy, yeah. I ain't texting. 到站，到了，名古屋。我们现在在名古屋，要坐车坐到黄色线，一直坐，然后坐到最头。这什么秋，然后再坐这个最后这个蓝线到长久手鼓战场。为什么会有中文？大家看见了没有？他就是这样摧残狗种。这就是今日份的狗种十八问。我一般来说是站右边的，然后现在又变成站左边了，我有点迷茫。然后前段时间我看新闻，就广州的新闻说，其实站左站右都不好，应该都站。各位，到底站哪边？来到了这个地方，藤巴秋站，那个是站字，我知道。进来星巴克喝杯咖啡，日本的星巴克。喂，有卖这个哦？这不是在游乐场里面卖的吗？还有 donut。好了，我们终于到了，长途跋涉，来到了长久手鼓战场。从 Osaka， 从大阪突然来到一个Nagoya，我也不知道这里是哪。草岛牛批啊！我们从昨天逛潮牌店变成来到逛草地跟一片沙，天秀。我们现在到了这个丰田汽车博物馆，先找个地方去吃个饭。早知道我说他饿了，我还行。这应该是纪念品商店吧。好多模型啊，这里没有胶吗？不是，上面的。下面没胶。就是展示，这是展示它整个博物馆哦。有点酷啊，这个。先走啊，我先走啊。那我把这个带去的照片 P 在这里，带去就走。老哥。好了，我们正式来开始看博物馆了。我操！喂。这还不是我们的车，劳斯莱斯银色精灵，
建议入手。这自杀门都没有他牌面哦。前面他这两个灯是不是可以拆下来的？这东西长得那么像灭霸那个手套的。Double R， 劳斯莱斯，这个太炫酷了。这一层的话，这一台是最帅的，我觉得。好了，那么今天这个景点游完了，那么我现在坐车前往这个哇，逆光哦，大阪的市区。去吃个鳗鱼饭。好，那么我们终于进来了，排了25分钟，然后今天晚上吃鳗鱼饭。我的饭到了，草草，帮忙一下。这是我要了超多鳗鱼，然后要了超少的饭，看上去不赖啊。这是味道怎么样？阿里嘎多，味噌，这味噌汤真的是，这我这个不是味噌汤吗？我这是清水汤是吧？哪个管没有？你那个是味噌，你那个才是味噌汤是吧？看一下，味噌汤 miso soup， 然后我这，然后我这个是清水汤，然后这个是配菜吗？酸黄瓜，然后这什么？酸白菜吗？我就是3200块的日元的鳗鱼，草之岛那个是2000多，我忘了。为什么我跟他一样？是我被骗了吗？反正我是老顾客了。回去了，回大阪了。今天有点累啊。吃饱饭回去。回去。